由北美中天频道以及中望电视所举办的“一零璀璨之星”北美海选活动报名热烈开跑，提供了一个星梦舞台，让十二岁到三十岁的帅哥美女展现的机会。每周四晚间的地方新闻时段，我们将会有一连串的系列报道，不要错过了。璀璨之星洛杉矶海选活动从三月初开始接受报名，反应相当热烈。今年分为男模组、女模组、才艺美少女组以及演艺组，邀请到了台湾名模担任评审。除了将在各组选出前三名之外，还有网络人气王的票选。光是去年台湾的报名人数就破万人，北美优胜者将跳过层层关卡，直接回台湾进入总决赛，与最后来自各地的俊男美女比拼。主办单位特别精心准备了相当多的课程，包括化妆技巧、歌唱、肢体动作表达、美姿美仪走台步以及舞蹈训练等等，让参赛者增加舞台魅力。去年获得北美演艺组第一名的张叶磊，从无到有，借由专业老师的教学，功力倍增，变得更有自信，散发出不同以往的气质与光彩。这次感觉是真的是被怎么说，有专业的人士认可，有人说哦，你声音很特别，你的歌写得很好，就这种感觉，这种称赞的分量是不一样的。我是第一次一首歌练了整整一个月，然后就每一句话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，然后都试过不一样的版本，这个过程还是很美好的，我觉得是真的是受益匪浅。可以说洛杉矶海选报名直到四月底，难得的机会，欢迎十二岁到三十岁具有才艺的帅哥美女报名参加，不但可以认识新朋友，还能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提升自我，留下难得的人生体验。除此之外，一零璀璨之星洛杉矶海选的脸书专页抽奖活动现正热烈进行当中，只要留言分享并且 tag 三位好友，就有机会抽中超值大礼。赶快上网了解更多详情，报名请拨打415-952-7827。下一个明日之星就是你。中网电视采访报道。